主耶稣，我们渴望来到你面前，我们渴望更深的经历你，我们渴望更深的敬拜你。主啊，我们渴望与你同在一处。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是如此的美好，成就了救赎的功，使我们如今能够与你连结，能够认识你，能够被你救赎。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主啊，我们要来赞美你，我们要来称颂你。主啊，因为我们的命是你救回来的。主啊，你是我们的王，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生命的引导者。主啊，我们要将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愿神的话语给我们智慧亮光，成为我们的指引。我们邀请保罗同工带我们来敬拜赞美。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平安。很开心我们在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上帝。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一同敬拜他。上帝是行奇事的上帝，在我们还没有知道的时候，神就为我们预备得很妥当。求神看我们的心眼，看见神的心意，贴近神的作为，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现在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来唱开启双眼。我们的中间，当我
我们要来赞美你。献给我们爱我们的主，这是何等荣耀的一个早晨，这是主的日子，是我们与他相会的日子，是我们在圣殿中重新过一个圣洁、恢复圣洁的一个日子。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我们再一次来祷告，主要在你的面前，主要我们俯伏要敬拜你，主要求你开我们每个人的心眼，让我们心中的眼睛被你打开的时候，主要我们就看到你的圣灵浇灌在这当中。主啊，你圣灵自由运行在这个雅歌厅的每一个座位上，每一个人的心里面，主啊，让我们触摸到你的爱，主啊，让我们打开我们心里面的眼睛的时候，我们就接受你成为我们生命的光。主啊，你是我们生命的光，主啊，我们如今在光中行走，我们就不在黑暗中。主啊，我们没有任何的惧怕，我们没有任何的胆怯，主啊，因为我们是你的光明之子。主啊，我们要来到你面前，我们俯伏敬拜的时候，求你的爱永留在我们心里面。主啊，让我们在你里面，让我们在你里面，我们在你的脚前，我们卸下我们一切的重担，我们的挂虑，我们所挂念的，我们所思虑的，主啊，我们要交托，我们学习交托，交托在你的手里面。主啊，我们定义要看你的手来成就这一切的事。主啊，因为你关乎成全啊，关乎你儿女的事，主啊，你必要成就。让我们在你的里面，让我们在你的脚前来聆听你的话语。在耶稣的脚前，在耶稣的脚前，谦卑屈膝敬拜，瞻仰主的荣耀。Bye.
亲爱的天父，亲爱的主耶稣，亲爱的主圣灵，我们感谢您，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献上我们的赞美。主，我们愿我们所献上的祷告、赞美跟感恩，就如那馨香的祭呈现在你的面前。主，我们赞美你，你名是奇妙，你是奇妙的测试。主，愿你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动那奇妙的功。主，让我们的生命在你里，你的圣灵当中有一个奇妙的翻转。主，你是那使水变成酒的神。主，你让我们生命当中能够处处充满被你所改变的奇迹。主，谢谢你，也愿你今天早晨你自己话语的亮光再次的照亮我们。主，你自己的大能，你的圣灵与玉屏牧师同在。愿他口所说的每一句话语都带着主你的大能大力赐给我们亮光跟智慧，指引我们前面的脚步。主，也愿我们成为在你面前被你所爱的你的百姓。主，愿你自己的名在我们当中来高举，主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你。主，谢谢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祈求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神圣慈爱的名，阿们。请坐。献诗所要献的诗歌是耶和华做了我的高台，我们请保罗女生。
谢谢保罗女生的献诗。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在《使徒行传》九章三到十八节。《使徒行传》九章三到十八节，第三节，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色，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当下在大马色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又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唯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今天讲到的题目是灿烂从破碎开始，我们请吴玉平牧师。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全能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在今天早上我们一起跟我们的弟兄姐妹众圣徒在你面前一起敬拜，一起颂赞全能的上帝。主，让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能够向你是敞开的，没有任何的隐藏，也让我们在你里面我们更多的连结于你，我们生命就不再一样。求你引导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你的话语都要照亮我们，都要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主，我们感谢你，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的经文相信在这个保罗的生命的转变当中，我们都还蛮清楚的。那我们今天要从他的故事里面也来对自己有一些省思。属灵的生命呢，我们知道是从破碎开始。如果就像 一粒麦子不落在土里面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当一个种子它能够这个、破碎，他就要结出更多的子粒，他的生命就不再一样。当上帝的爱跟光临到我们的生命的时候，黑暗就会退去，并为人带来丰盛喜乐的生命。在今天的第一点要跟大家分享，第一节到第三节，在保罗的生命当中，当神的爱临到，我们看见神的爱临到他的方式是非常特别的。他上帝用一个很特别的方式阻挡他错误的生命的方向。
扫罗他又名保罗，他是一位严谨的法利赛人，其实他有他自己的一套人生哲学。那我们也看见他是非常热心的一位法利赛人，但是呢他是逼迫主耶稣的门徒，他逼迫教会，并且呢他对这些门徒呢就是口吐威吓凶杀的话，他专门在抓信耶稣的人，甚至要捆绑他们到耶路撒冷去受刑。保罗非常的高兴看他们受害，或许他觉得这样的人生呢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也许他心里想说，哎，我一生就是当个优秀的法利赛人也是很好，因为呢有地位有权柄。但是这样的人生呢，上帝却不是这样子对他的计划，上帝阻挡他错误的生命方向。人若没有上帝的光照，常常会自以为是，认为自己的生涯规划很好啊，不需要什么改变。我们人是很难承认自己的错误，自己的软弱，但是心里谦卑的人容易认错，心里刚硬的人都会认为别人是错的。前几个星期在学运当中呢，正好在看这个新闻的报道，那一直都在播这个太阳花学运的消息。那当我在看的时候呢，就听到某一位主播，他就说有人被警察打到了抽搐，送医急救。我就想说，抽搐怎么会念成抽搐呢？不是抽搐吗？我心里想说，这位主播的程度也太差了吧，就是念抽搐也能当主播。那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女主播，她说波罗的海是波罗的海，然后我就觉得，我就把它联想在一起，我想现在是不是怎么会这样，这样也能够当主播。结果就转台想说这台太逊了，就转一台，结果这位主播又说某某某抽搐，然后我想说怎么这台主播也程度这么差。然后我就觉得现在媒体人真的是怎么程度越来越差，抽搐就念成抽搐。然后刚好我先生就回来了，我就跟他说简直是，现在我就再转台，大家知道怎样吗？第三台第三位主播他也念什么抽搐。然后我就从沙发上跳起来，天哪，难道真的是抽搐吗？然后我说，难道我错了吗？我从以前到现在都一直是念错的，为什么没有人纠正我？然后我先生就去翻词典，他是行动派，他就去翻词典，然后就拿给我说，老婆，你他说你一定会崩溃，他说真的是抽搐，真的是抽搐。然后我真的就在那边抽搐，天哪，原来我就是错了一辈子，我都不晓得。而且我就在看他完全没有叫抽搐，这个就是抽搐。然后老师也没有教我，后来我回到教会就考很多人有的人就说抽搐啊，我说那你跟我一样抽搐啊，就都有不一样的。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我们以前根深蒂固的一个观念一个信念，自以为是对的，可是如果没有人去把它显出来，你一直都以为自己很厉害。我就觉得我咬字很标准啊，我的那个注音这个应该是不错啊，可是忽然间那时候当三人成虎嘛，第一个人讲我就骂他说你怎么这样，第二个说这个也很逊，第三个我就开始怀疑了，真的就那种三人成虎的那种心情就出来了，我就开始怀疑难道是我自己搞错了，然后就赶快去寻找对的答案。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可是却让我想到原来在我们的价值观里面，我们的人生哲学里面，我们的选择里面，我们的知识里面，其实有一些是有可能是错的，但是它却是根深蒂固的影响我们。若是没有人指出我们的问题，我们可能都不知道说原来我们错了一辈子。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很有可能我们自己的人生哲学是有问题的，就好像扫罗他一直以为在逼迫这些基督徒，他们的人生 他认为这样做是讨神喜悦的，他觉得法利赛人看这些人觉得他们是有错误的。但是呢上帝是非常的爱扫罗，
他也知道要拣选扫罗成为以后他的一个福音的一个出口。弟兄姐妹，若是没有机会显出问题，我们很可能持续在一个错误的愚昧当中，因为也许没有人敢跟我们讲，哦，你念错了，或是说你这样的选择，你这样的投资，你这样子的决定其实是错的，也许没有人敢跟你讲，因为我们很刚硬，因为我们很厉害，因为我们有地位，我们有权势，因此我们可能听不进去。所以爱你的人也许可以跟你讲一点点，但是呢，也许你身边很多人明明就看着你的方向是错的，但是他不敢告诉你。弟兄姐妹，保罗的人生观是什么？他的人生观就是以陷害这些基督徒为他的人生观。他认为他生命是圣洁的，是严谨的，他认为他走在对的道路上，但是呢，神却不满意他这样的生活，因此呢，上帝就给他一个非常特别的方式，就是击倒他，阻挡他的方向。弟兄姐妹，若是我们是一个错误的方向，你希不希望有人来阻挡你？巴不得嘛。如果我们明明知道那是一个危险的道路，若是有人能够来阻挡我们，我相信那是一个善意的阻挡，虽然我们当时会不高兴。我们来看这个图片，这是一个大家也蛮熟悉的一个故事。有一艘非常非常伟大的船，它在1912年要航向，从英格兰航向纽约，航向美国的纽约。这艘船呢，又叫做永不沉没的船，铁达尼号。它号称呢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船，它是永不沉没的。里面呢装潢是非常的豪华，非常的舒适，因此有很多有权势、有地位的人呢，都上了这艘船。他们要开始这艘船的一个新的航程。但是呢，我们知道它不可思议的，它前面呢是有很大的危险。它不可思议的撞上了一座冰山，它船身破裂。当时呢，船上有2340个人，但是呢，后来遇到这件事情之后，有1595人罹难。后来资料显示，那天晚上，其实铁达尼号呢，它一开始在9点多的时候呢，就有接到2封关于冰山的这样子的一个讯息，一个电报。但是电报室呢，并没有把这样的讯息给船长送到驾驶舱去，所以他们是不知道的。那这封电报就告诉铁达尼号说，铁达尼号，你们现在航行的正前方呢，正有一个很大的冰山跟冰阵，就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地区。但是呢，他们却不引以为意。那一天后来发现，总共有7封的电报告诉铁达尼号，有一座78英里的冰山正在他的前方。很遗憾的是，他们太倚靠这艘所谓的永不沉没的船。他们认为这艘船的设计，正如这个设计师所说的，是非常的坚固。所以呢，他们不相信这艘非常大的坚固的船会有什么样的问题。所以他们看到这个电报的时候，他们漫不经心，他们没有听这样子的一个警告，甚至呢，他们还沉浸在说，哇，我今天竟然能够在这艘船来服务，我今天能够在这艘船跟大家一起创造历史的一个新的里程碑。所以他们对船的方向并没有采取任何转向的行动。所以当巨大的冰山出现在他们面前，就好像这张图片一样，这冰山在他们面前的时候，当他们要转向已经都来不及了，也没有办法暂停，于是就产生这个可怕的悲剧。我相信如果可以重来，船上的这些通讯员、船员、船长，他们会认真的来聆听每一个警告，这些警讯我相信他们会一个一个都会很谨慎的来面对，甚至要赶快来处理这个方向，以免船只发生意外。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也是像这样，有很多的试探，有很多的诱惑，很多的挑战。
我们也许在表面上我们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但是呢，也许它就会一点一滴的使我们的生命航道就开始偏离，我们也许就会撞上冰山。上帝知道哪里有危险，因此他会用许多的方法来提醒我们，警告我们，免得我们遇到危险甚至失去生命。我常常在教会里面看到一些父母在训斥他的小小孩，两三岁的带到旁边去，然后哇，这帮就很凶变脸，然后甚至打他的手。然后前几个礼拜，因为大厅在拖地很湿滑，小孩子就在那边奔跑，妈妈已经讲过了，结果他果然就滑倒了，叫到一边去，哇哇哇，甚至是大庭广众之下就开始骂。所以父母亲呢，看到儿女在走向危险的时候，就是变脸，然后就开始警告。更小的小孩怕他听不懂，就会用打的，让他能够谨记在心。那上帝对我们不会用打的，但是我觉得扫罗他是运气好的，上帝是用这样的方式让他从高处这样跌下来。那上帝呢，也在用很多的方式来提醒我们，让我们呢能够快快的回到正确的航道上，以免我们撞到人生的冰山。在人生的道路上，上帝要常常提醒我们，那我们是不是像那个电报员，我们是不理会，上帝已经发好几个通告给我们了，通知给我们了，我们是不是还是没有仔细的来回应。在第三节说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忽然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上帝的爱跟光临到他。不是说扫罗他做了什么好事，而是上帝爱他，上帝拣选他，上帝改变了他的人生，使他从错误的方向能够转到正确的方向。多少是上帝在提醒我们，阻挡我们，免得我们入了试探，因此就生出罪来。所以当我们的事业，当我们的生活变得不顺利的时候，或者是我们身边有一些人好像在阻挡我们的时候，或许我们可以停下来想一想，有什么是上帝要告诉我们的，有什么是我们要调整的。我们不一定要把每一个不顺利的事情都认为是把它看作是埋怨，也许它是一个警告，它是一个提醒。我们来看4到14节，当第四节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逼迫的耶稣。本来扫罗他在抓这些主的门徒的时候，他是意气风发，非常得意的。这时候呢，他要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上帝就阻挡他，他忽然扑倒在地，他听见有声音对他说，并且呢，他从高高的本位上就跌落下来。也唯有在生命扑倒挫败的时候，人愿意安静下来聆听神。神阻挡骄傲的人，神赐恩给谦卑的人。骄傲自我的人听不见圣灵的声音，就好像铁达尼号的遭遇一样，所有善意的提醒管教我们并没有理会它。也许我们会觉得说，哎，我们没有骄傲啊，我们蛮谦卑的。骄傲是什么？骄傲就是你想要照着自己的意思。骄傲在神的面前是我自己的本位是最重要的，我就没有理会上帝的带领。谦卑是愿意降服在神的面前。在一开始我们唱诗歌，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脚前，要照你的意思来做，我们要聆听你的声音，照主的意思做，讨主的喜悦去做，这就是谦卑来聆听。所以当我们自我意识很强的时候，神的光很难照进我们的心中，除非我们愿意破碎。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不是说我们要受洗的时候我们才要破碎，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一次的破碎就能够很透明很成功，我们是需要不断的有圣灵的光照，不断的拆毁不断的拔出，我们才能够生命有不一样。在第九节我们看到扫罗他三天不能看见，不能吃也不能喝，
他的遭遇是非常非常的奇特，所以当他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他想要睁开眼睛，但是他却什么也看不见。这时候本来意气风发的他，却要人拉着他的手，他才能够往前行。当人的眼睛忽然间看不见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我相信是吃不下也睡不着吧。上帝用这样的眼瞎的方式将保罗的世界暂时关闭停摆，然后呢，我相信这三天里面，上帝是一一的拆毁他生命的价值观，他的内容，他的许多的都要拆毁，都要毁坏，都要拔出。这不是为了要击倒保罗，上帝是要将他这些全部都拿掉，要重新建立他一个新的人生的方向。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有很多很多的内涵是需要神来破碎，我们是需要一一的毁坏拔出。所以这三天的反省，这三天的世界的暂时关闭，对保罗来说是好的。保罗的心中不断的在思考主所说的那句话，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这句话一直在他的脑海里面。哇，就像我刚才说的，抽搐，难道是我错了吗？哦，真的是我错了。那对，那保罗说，好，我在逼迫耶稣吗？是啊。后来圣灵光照他，一点一滴的，他开始去思考，原来我所做的事情都不是在神面前，都是一场空，都不是正确的，不讨神喜悦的。当保罗在这三天里面，我相信他经历到他老我自我的破碎，让圣灵内住在里面。我相信保罗他是一个个性很强，他很有毅力，他也非常坚持，他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其实另外一个方向角度来看保罗，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棒的法利赛人，他不是一个乱七八糟的法利赛人，他是一个很优秀的法利赛人，只是他的方向错了。但是呢，上帝很爱他，就选择这种方式来破碎他。弟兄姐妹，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的雕塑方式都不一样。像扫罗，他是从高位跌下来，神用这个方式来破碎他，三天眼睛有三天看不见。那上帝对我们的雕塑破碎是用什么方式呢？我相信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也发生过很多的事件，这些事件逼得我们不得不好好的安静来思考，原来我们的灵里面还有很多的杂质，我们需要圣灵的光照，让圣灵来毁坏，来拔出，来拆毁，让圣灵来重新栽植建立。一位非常著名的基督徒的领袖尼托生，他说神知道某一件事情，某一件外面的事可以拆毁我们里面的人，神知道某一件外面的事情可以拆毁我们里面的人。或许我们遇到一些事情让我们觉得很难过很痛苦，但是也许这些事情逼得我们要去拆毁我们里面一些不好的。再多的祷告、读经、侍奉都不能代替圣灵的管理。我们会以为说，哎呀，我读经计划都有进行，我也有祷告，但是这些都不能够代替你的顺服。顺服不能用祷告跟读经，顺服必须你心灵里面，你就是单单的去顺服神，你愿意去接受管理，你愿意去改变。这个是让我们再去思想，我是不是有接受圣灵的管理。另外一句话我觉得给我一个很好的提醒，你不只需要被建立，你还需要被拆毁。在你这个人身上有太多的东西不能带到勇士里去的东西都要被拆毁。弟兄姐妹，也许我们建立一个自己很棒的一个环境，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涯规划，但是这一些我们都知道这些没有办法带到勇士里面，因为在新耶路撒冷所有的东西
比你现在所建立的还要更美更好。那我们还要带什么到勇士里面去呢？让我们再一次思考，这些东西最好都快一点被上帝拆毁，好叫我们灵里面没有任何的杂质，好叫我们里面跟外面都是一样的，都是走在神喜悦的道路上。有一个从破碎到美丽新生的故事跟大家分享。大家看这张照片，这个呢是在德国的柏林，这个国会它是在建造在1884年到1918年，盖了蛮久的整个的设计啊、建筑啊、装潢。那这张照片，这不是画的，上面这张 照片是1916年拍摄的。哇，我们看那个建筑是非常的美，但是呢这个非常雄伟非常美的一个建筑物呢，它却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被轰炸。我们看它的屋顶，本来是很漂亮的很坚固的屋顶就破碎了，它的整个的外观还有里面的大厅是整个是破的破碎破得很不堪。那我们去看过里面，就是里面一些记录照片，里面破得非常非常的大，毁坏得非常的大，那外观也是一样。所以这样的一个建筑物还能够再使用吗？这样的建筑物没有再像以前那样的美丽了。想不想看它现在的样子？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被德军呢被英军轰炸成这样子，结果没有想到再后来呢是一个英国的设计师去帮他们做这样的一个设计。这是在隔了很久以后，在1991年到1999年改建的。它整个呢我们看是不是跟原来的还是有一点，就是只有哪里不太一样？屋顶，大家有没有发现那个屋顶一个新的设计跟旧的建筑物有一个很完美的很美的一个结合。这是重建后的国会的一个样貌，它的外观有很大的一个修复，那个屋顶呢是整个就已经都改了拆掉了。好，那我们来看它的细部，你看它的那个整个屋顶是变得很漂亮，好，是一个透光的，甚至上面是一个镂空的一个设计，人就可以在里面这样子环着那个楼梯这样一直走上去。那这个国会呢，它就已经变成一个就是现在的一个很棒的一个景点一个地标。它的穹顶的设计非常的特别，跟以前的那样整个坚固的跟不透光的是不一样的。好，然后它里面是这样的一个造型，里面都是非常的透亮非常的光亮。那它从上面往下看，它的宣称呢是可以看到他们国会议员在开会，所以任何的市民你只要预约你就可以进去，甚至你可以看到底下透明的这个整个议会的会场他们在开会。他们也表示说他们民主是非常的透明的民众都可以监督，随时可以监督那这个设计呢是非常特别。那这是它的那个穹顶，上面是镂空的，雨水也会下来，但它的设计非常特别，就是从一个破碎的一个毁坏的在战争里面被破碎到很好像没有人想要的一个地方，但是呢一个建筑师的设计让它重生了，让它完全不一样的。虽然有破碎，虽然这个建筑物在19世纪盖好是很棒的一个地方，但是呢却遭遇这样的一个战争的洗礼之后，它有一个被重新建立成为一个很棒的一个空间更是透亮更是灿烂的一个新的生命。弟兄姐妹，我相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也本来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棒很不错的一个生命，但是呢神看我们有很多是需要被毁坏的，所以不要害怕被毁坏。上帝的意思是好的，他要把这些拆毁的时候，我们如果能够去顺服他，我们有一天就会像那个建筑一样是一个更新的，
是一个非常美丽、非常灿烂、非常透亮的一个生命。在接下来我们来看，在这段经文里面还出现另外一个人物，神非常的爱保罗，他亲自向他显现，对他说话。此外呢，他还为他安排了一位属灵的同伴来帮助他。第十节，我们来看第十节，当下在大马士革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这个保罗呢，他是个坏人哎，他苦害很多主的门徒哎。”他就问上帝说：“我真的要去为这个人按手吗？我真的要去帮助这个人吗？上帝，你有没有弄错？那不是放虎归山，自找麻烦吗？”但是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你只管去。”上帝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所以亚拿尼亚他就顺服了神，他因为信靠神，他就接纳保罗，为他祷告，帮助他开始新的生命，并且加入属灵的大家庭。所以当有一个大坏蛋，上帝要你去为他祷告，上帝跟你说他生命更新了，你可能还会怀疑，就好像亚拿尼亚的心情一样。但是呢，亚拿尼亚他顺服神，他就去找这个扫罗，保罗就为他祷告，开始帮助他，接纳他，让他能够加入这个属灵的大家庭。我们生命中都需要像有这样的一位属灵的同伴亚拿尼亚，照顾我们，接纳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着更新。在第十五节到第十八节，我们来看到第十五节经文说：“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神为什么选中保罗？在保罗还不认识神的时候，神就拣选他了，并且呢，他对保罗有一个非常棒的、美好的、特别的计划。他是被神选中的器皿。弟兄姐妹，我们都很希望被老师选中，被老板选中，我们很希望被什么样的好事选中，好叫我们生命能够突破。那我们有没有希望被上帝选中？保罗呢，他被上帝选中了，要成为他一个手中美好的器皿。我们知道他保罗呢，他的身份的特别，因此呢，他面对了各个阶层的人，不论是就好像经文所说的，他在外邦人、君王并以色列面前宣扬主耶稣的名，并且呢，在新约有一半以上的书信是保罗写的，就可见了保罗他的重要性。那福音的宣教的拓展、教会的建立，我们都有看见保罗他的美好的脚踪，他的工作是何等的重要。所以呢，我们看见后面的新约后面，我们就知道保罗的生命，他为主来宣扬福音，到各处各国各地将福音带到欧洲去，传讲复活的耶稣。他最后呢，也因着这样子的信息被抓起来，要送往罗马，也因着他的特殊身份，他有机会要上告到凯撒然后后来他在亚基帕王面前做生命的见证。正如同神所说的，他要成为我手中贵重的器皿，他要在君王、外邦人以及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真的，保罗就走在神美好的计划当中。虽然这是一条不容易的道路，他也为了主的名受了很多的苦，但是这是一条被神祝福，是一条蒙神引导、蒙神祝福的荣耀道路。这是神拣选保罗，神给保罗的奇妙的伟大的计划。神对我们也有不同的计划，保罗的计划一定不适合在我们的身上，他所受的这个苦呢，我相信是很特别的人才能够去承受。神对你我也有美好的计划和带领，所以我们不用去羡慕别人可以怎么样可以怎么样。神赐给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和职分，适合保罗的不一定适合你。就好像彼得呢，在问耶稣说：“哎呀，耶稣，你说我以后会怎么样？那个人呢？那个你所爱的那个约翰呢？他会以后会怎么样啊？”耶稣怎么回答他？不用管别人，重要的是你要跟随我。
每一个人神给我们的计划是不一样的。除此之外，上帝带领保罗，保罗的生命呢被圣灵充满。17-18节，亚拿尼亚就去了，进了那家，把手按在扫罗的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保罗他经历神的医治，他眼瞎得以看见，他重见光明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吃饭吗？喝水吗？他起来受洗，他起来受洗，他的生命更新了。那三天看不见世界的封闭对他来讲是好的，他从本位上跌落是好的，因为他终于发现了他真正的人生目标是什么，是要为复活的耶稣而活。这三天我觉得是太震撼了，那他的生命翻转了，保罗重生了，所以他就受洗之后呢，他就有一个很棒的一个生命的开始，他成为主的器皿，被主使用的第一步就是生命得着更新。他的人生观也不一样，他以前以为有益的，如今都看为粪土。因着认识耶稣，保罗不再是以前的保罗，他重生了，一个被主拣选被主使用的器皿，需要先破碎，让圣灵内住，神会一步一步带领，指示我们当走的道路。弟兄姐妹，今天有30几位弟兄姐妹要洗礼，我们也在这个时间点，我们也一起来回想，当时我们是如何遇见耶稣的。我们是不是也在行路的时候，我们要往哪里去的时候，是遇见耶稣？耶稣向我们显明，他告诉我们什么？他扭转我们的生命方向，也让我们去思考，回到起初的爱，他的爱是如何感动我们，如何更新改变我们。神选召我们，他会给我们试炼，就好像二次大战对那建筑物的毁坏，虽然有毁坏，但是这个毁坏是有益处的，是帮助我们能够更加的生命更加的透亮，更加的灿烂，让我们的生命是能够成为贵重的器皿。虽然我们是瓦器，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就能够发出能力和光芒。最后我们来看，从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也来问自己，我们有没有谨慎我们的道路的选择，我们的生涯规划，我们根深蒂固的一个想法是正确的吗？我们有没有聆听上帝的管教？当上帝的阻挡，我们是生气抗拒，还是说我们愿意顺服呢？第二个，我们的生命有什么是需要破碎和拆毁的？虽然有一点痛苦，但是呢，这是引导我们向一个荣耀的道路。第三，神对我们的呼召是什么？你是不是愿意走向神为你预备的美好计划？就像保罗一样，他愿意顺服，因此神圣灵充满他，带领他走在一个荣耀的生命的道路上。也让我们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也能够认真的来思考，有什么是要拿掉的，让神圣灵充满我们，改变我们，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是灿烂更新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当我们还是这么卑微软弱是有罪的人，你却爱我们，你拣选我们。主，为这恩典，为这救恩领到我们献上感谢。主啊，如今我们站在这丰盛的恩典当中，也许我们仍然忙碌于自己的生涯规划，我们有自己的投资，我们有自己的事业，或者是我们有自己的想法。主，恳求你再次圣灵来光照我们，好叫我们看见我们里面有什么得罪你的，让我们能够一个一个的破碎，好叫我们生命里面没有其他的杂质，好叫我们生命能够更加的透亮，能够是为主来活出这样的一个光彩。主啊，愿你感动保罗的这样的一个
生命，也能够同样的临到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好叫我们从高位本位上也能够跌落，好叫我们的生命是能够得着更新。主，谢谢你，也求你来管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叫我们能够走在神你所喜悦的道路上。主啊，好叫我们能够到永世去的时候，主啊，我们是丰丰富富的进入到神你的国度。主，谢谢你，因此我们愿意接受圣灵的提醒，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将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以下奉献的时间，我们一起用我们的心来回应神的恩典啊，我们用古旧十架改变我们，请活石还有喜乐，我们一起来奉献。Thank you.
感恩祷告，我们请吴天明弟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祷告。是的，主啊，愿我们就都是你拣选的那一粒麦子，死了，求主就让我们能够完全的顺服在主的面前，结出那许许多多的子粒来。主啊，我们知道，在我们的面前有许多的老我，就求主亲自的破碎我们，让我们能够完完全全的顺服在主你的面前。是的，主啊，我们知道，你告诉我们不要害怕，因为你与我们同在；叫我们不要忧虑，因为你是我们的主。你必坚固我们，你必保守我们，你也必用你的右手的公义来帮助我们。是的，主啊，就求你亲自的与我们同在。我们今天奉献的这些金钱，就成为主你事工的使用，也保守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完完全全的顺服在你的面前。我们这样同心的祈求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来，颂咏圣歌第28首，听到琴声请起立。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在生命里面能够提醒，有些事情在我们这一生当中带不走。如果让我们在生命还在的时候能够学习，这本来就是要拆毁的，好让我们抓住建造真正属于有一天我们到天国那里的我们生命的内涵。我们今天就能够把那些内涵能够完完全全的活出来，好让我们这一生里面有真正的丰富。这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但是让我们在你面前学习，不是以为自己能够做什么，也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免得有时候活了一辈子才知道那是错的。好，让我们在神面前能够得着因为敬畏耶和华而得着的智慧，每一天都是一个真正的喜乐，因为我们真的活在你国度的荣耀当中。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并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弟兄姐妹同在，让我们活在你的爱里面，也活在你的管理里面，更活在你国度荣耀权柄当中，让我们向着标杆直跑的每一天都重新得力，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